好，这边就第一个先开刚刚那个答案是，先做 set project， 然后专案呢要靠进去做一个设专案的动作，一定要记得要设专案啊。专案设完以后呢，现在开 scene 里面的23 camera exposure。好，阿诺 render view， 按 O。Real size， 先存一个 snapshot， 简单存一下好了。现在不要等它跑完，没时间了。那再来呢？我们现在选摄影机，打开它的EV， 在阿诺的那个区块里面 ，exposure value 是 1.5， 再存一个 snapshot。那我们刚看到按右键，你可以去做一些动作，这我就不按了，免得等一下又宕机。呵呵哎，没啦，这讲义会不会太短了、啊？还好我做了一个这么短的讲义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、哦，那我先把这个录影停止好了，这太短了，有点无聊。